我喜欢他蓬勃的气息，他莽莽撞撞闯进我的生活，想把所有。电视剧《良辰美景好时光》正在热播，陆景从高中开始就成为了良辰的小迷弟。到了大学，陆景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在游戏中开黑带的妹子让他看到了良辰的身影。不仅如此，在命运的安排下，良辰与陆景多次在现实生活中擦肩而过，两人已经在虚拟世界喜欢上了对方。再加上现实中的碰头，陆景已经下定决心一定找个机会跟良辰学姐告白。不得不说，陆景这个学弟的撩妹手段实在高明，就连良辰这种情场老手在看到陆景那精致的面容时还是当即陷入了沉醉。又过了一段时间，陆景感觉正式告白的时候来了，赶紧发消息把学姐约了出来。关键时刻，陆景突然开启了羞涩模式，一步步靠近着良辰，吞吞吐吐地说道，学姐，我可以追你吗？此情此景，良辰不知道等了多久，他内心在狂喜，脸上却是不动声色。没想到良辰竟如此傲娇，希望他与陆景早日收获圆满爱情吧。